间的每日模组合成器，我终于把我的208做到一个自己还觉得 OK 的程度了，我觉得比去年相较起来大有进步啊。当然主要是因为找到适合的 oscillator 跟这个 folder 之外呢，我觉得这个 modulation 的设定的方式也是改进了许多哈。那首先呢，我把在 VCV 里面存在在一个半模组我觉得意义不大的东西去掉了，比方说这个 sequencer 的部分啊，或者是效果器，可以看到现在都没有放效果器了。好，那再来就是呢，在有一些调整了，就是再来就是 patch 的部分呢，我把它独立做成了一个 patch 的路径，就是如果要把来整理一下，就是整体来说呢，这一次的208它是占这三个部分，就是中央这三个，下面当然是合成器本身，然后上面这也是 patch， 就是要从其他的 sequencer 进来啊， clock 进来要从这边进来，然后如果有其他的 sequencer， 就是我提供了两个 sequencer 的路径啊，一个是专门给音高跟 LFO clock 的，另外就是给其他的 sequence CV， 或者是可以给有节奏的 gate。那另外呢，我内部产生了一组 random， 这个 random 呢是吃 clock 的，所以如果没有 clock 的话，它不会有 random， 要注意。那最后就是 emblem 的 output 也在这边，所以你还可以拿这个 emblem 去 output 给别人，没有问题。那最后呢，这里还有一个 modulation oscillator 的 output 跟外部的 input， 外部 input 我现在没有接了。好，那在额外的 output 呢，这里有一个主要的 output 跟Amplifier follower 的 output， Amplifier follower 的长度在这边。好，那往细节来看哦，这里我有主要首先有个 envelope， 那这一次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所有的 modulation 的不管是目标或者是来源，我都用一个旋钮去解决了。所以像这个来说这里就是clock gate 或者是 sample and hold 就是 random， 这有 random， 然后这是我可以看到 trigger source， 然后 envelope 这样。modulation oscillator 的部分呢，有这个 fn 的量可以是正的或负的，然后frequency 的 envelope 独立起来，它有个独立的量在这里，然后中心点的 pitch， 这些都可以利用 VCV 的优势按两下归零，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方便，然后也可以复原，可以复原。就是这个 patch master 啊，它虽然在换旋钮或者是更改 mapping 的设定不能复原，可是旋钮的位置是可以复原的。好，那波形的部分呢 ，triangle、square 跟 sol， 然后在 square 的部分有 pulse width， 那这些波形的部分呢、啊，它们都是可以结合的。我放一个 scope 来给大家看一下。好，所以可以看到现在是 square， 然后triangle， 这些都是集合的，这个就跟原本的这个 switch 的方式有多了一点点进步。sol 这样子在这里。好，那所以比方说我们组合出一个 square sol， 像这样还可以用 pulse width 去调整它的宽度。OK。那当然，如果想要更多的 modulation， 我们就钻回去下面，比方说 oscillator 在这边 ，pulse width modulation 在这里，在自己接就可以。这个我就没有留在外面了，我把我自己特别喜欢的留在外面而已。好，所以 waveform 是可以这样子自己混合的，然后另外有个 sync 的按钮这样子。好，在 modulation 的目标呢，这里首先我可以送给fold 或者是 fm。或者是 AM， 好，那可以注意到这上面呢、啊，我的这些旋钮有两种，一种是混合的，像这个是混合的，可以看到它的 Map 一上面写的是数字，写的是电压。那另外一种是切换的，像这里它的 Map 一写的是零，那到这边变成一，所以一的部分呢就是 FM， 所以一到这里。都还是一，然后到这边变成到2点钟左右，快要3点的时候变成2这样子，所以这里是2。
这里是一，下面是零，所以零一二三个目标很容易看懂。对，再来呢 ，moderation 的 amount 可以是正的，可以是负的，这也是本来的208没有的。好，哎，哦 ，sorry， 对不起，这个是正的啦，下面那个才是正负。这里写了加，就是可以是它的方向是正的的意思。那这个 modulation CV 才是正负。那 modulation CV 呢，就是说这个 modulation oscillator 送，比方说 full 的 modulation 给 complex oscillator 的时候，它的量还可以再受到一个 source 影响。在这里呢，我放了很多 source， 我放了六个，一样可以用数字来看哦。零，我可以看到这里写 map 一是零，一哦，这里就是 VOCT， 二就是 CV， 三就是 random， 四、五。哦，这个数字有一点点小啊，有一点难看到哦。不过我觉得久了以后可以有一点可以习惯啦，因为特别设定六个这个偶数啊，其实就是前半圈一定是一二三了，所以零一二就前三种，然后过了中间就会变成后三种一二三这样子，所以大概切三段一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还是可以大致上的转到的吼，所以比方说五一定是三点钟嘛，哦数字是四啦，那排列是第五个，哦，这其实很简单的，啊，那中间的二号、三号一定是一点钟跟十二点左右这样子，然后就这三个就一定是二号、三号，所以其实转熟了是很容易熟悉的，好，那发出声音的主要的 oscillator 的部分呢，一样 pitch 的部分是一模一样的，我保留了就是两个 oscillator 它的界面要很类似这件事情，所以 pitch 的部分是一模一样的，一样按两下可以归零，然后 oscillator 的量跟 frequency envelope 这些都有保留，然后呢 waveform 的地方呢，这里一样是一个 mix， 那complex oscillator 特别会对于 sine 有蛮需要的，所以我特别写了 sin 是 4V， 所以大概 4V 的时候它就会出一个 sin， 大概中间啦。那sorry， 再往右边没有写的部分啊，其实右边还有，右边有 noise 跟 external input 在这边，这个是藏在里面，想说对让大家自己去发现那些 noise 跟 external， 这点也是就是有一点点原本的精神哦，就是很多东西没有写清楚这件事情。好。然后呢，这个 timbre 跟 center 呢，就是对应到下面的这个，我这次用的 harmonic oscillator 的，好，这个 width 跟 center 啦。那当然在259跟这个 DPO 里面也有一样的功能，所以我就把它保留在这边。好，这是原来208没有的， 208就是一个 timbre 而已。对，对啦 ，208 就一个 timbre 这样子。对。然后这里有一个自己的 folding 开关，然后特别把 folding envelope 接在这边。那除了 folding envelope 可以控制 fold 以外呢，我们还可以再选这三种 source 里面其中一个去控制这个 folding。哦，可以看到这里是加减，这个其实也应该要写加减才对。正负，好，就告诉大家这个是双向的 modulation， 这是双向的 modulation 这样子。好，这里的选项是比较少一点的，三种。为什么这么少？因为本身 modulation oscillator 就可以来控制 folding 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不用到这么多。好，所以 source 只有三种，那就很简单啦，零、一、二，然后可以看到数字它还是有标出来，这也是 switch 的，这个不是组合的，组合的部分大概只有波形吧，波形是组合的，对。那其他的这个来源，这个哦，这个 trigger source 也是组合的。我特别想要保留这件事情，因为我想要让它又有 gate 又有 switch， 又有 random 这样子，可能会有点有趣，所以我保留了这个 trigger source 是组合的。好，所以这个 fold source 在这边哈 ，VOCD 或者是 CV 或者是 random， 其实就是这三个，上面这三个 CV 组，哦 VOC、CV、random。那另外我们还有这个 Envelope 的 in 其实已经坐在这边了，所以它有四种东西可以 input 它，然后 Envelope 是独立起来的，我个人很喜欢这样子的设计。好，最后在 output 的时候呢，一样 low pass gate 有三种模式可以切换这样子，然后
可行模式，我还想不到办法，有没有可以直接在那控制项目上面看到啊？不然我们就只能看这边哦，这个灯这样子，对，有点麻烦。不过用听的可以听出来了。好，那这里一样有 trigger source， 所以这个 trigger source 这里有四种 ：emulate、clock、random， 所以零、一、二、三这样子，有四种 trigger source。所以我在开头的时候呢，比方说像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 envelope， 然后这个是这个 gate 这样子。好，那 envelope 本身呢，我也可以用 clock 去开它，哦，这样就是 always on。然后用 gate 去开它的话呢，就会有一点节奏感，这样子。那这种三面的其实很容易啦，三面的其实就是最左边、最中间跟最右边这样子而已。哦，比较容易。对，好，那在这里就是这个 CV 进来的 source， 那这个 source 影响这个 low pass gate 的量，最后是总音量输出这样子，它一样可以输出两个声音哦。哦，像这样子。OK，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在2024年度做出来的 Semi Module。那接下来呢，我会为了自己实用，把中间的这两个 Oscillator 的部分换掉，换成硬体的，保留其他的部分。那其他的部分呢，我就可以用这个 MIDI Controller 去接上去。所以其实啊，最后那个我应该也会公布出来，就是如果你有一个Complex Oscillator， 比方说259啊，或者 DPO， 或者是自己用两个模组的硬体的 Oscillator 组合起来也可以。如果你有一个 Complex Oscillator 的话呢，再加上这一组，基本上就可以做出一个208的概念。那我觉得，尤其是 Modulation Source 这部分吧 ，Modulation Source 这部分应该会想办法保留，还在看看啦，不知道要怎么做，因为其实这个东西要软硬体结合的话，光看到这边，其实有点难呢。我们要有一二三四五六，我们要有六个 out， 哦，然后七个 out， amplifier out 八个 out， 这个可能在数位就可以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七个 out， 那七个 out 真的是有点太多，还有 external input， 对，所以这方面可能还要想一点办法吧，对啊，就是好，就是软硬体结合的部分，应该还会花蛮多时间。好，所以这个就是今年度的这个2008，总算是我打算到这边就算是做完了啦。对，因为不想要真的花太多时间，像我昨天已经花了快要10个小时在修这个东西，这个真的会花非常非常的守旧的时间哦，因为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些 range 啊，这些 range 都是要自己设定过的，然后比方说想要让中间特别容易转到，所以中间就要加比较多个，对，这些其实都是蛮需要设计的。好，总算是做完了。那这个档案呢，我也一样会放在这个 YouTube 连接下面，大家可以下载，然后应该会放一个月，就是到5月的时候我会把它拿下来，这样子就是提供。5月之后呢，就会变成只有 Patreon 的朋友可以下载到。不过到五月之前，都是应该是5月1号之前都是免费下载的。好，那这就是今天的每日模组合成器，大家赶快下载来玩玩看吧。我们下回见，拜拜。